我叫哲豪，今年刚升大一，班上有个女孩，我超尬意的。最近我觉得很有机会，就只有找她一起加入情牙社吧。要不要加入情牙社啊？什么啊？我还有课业跟新闻要顾，怎么可能参加吉他社啊？哎，刚刚那男的是吉他社的吧？哎，正好我们一起参加吉他社吧。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，总一个人又哭又笑，因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。哎，我喜欢你，请你跟我交往。啊？哎，我今天扶老奶奶过马路。是哦，我最喜欢帮助弱小的。昨天练了一整晚这个和弦，看我还不把你刷爆！丽文，我来了。陈哲豪，你这个王八蛋！当初老娘算看你虽然不高，长得也特别不帅，不过工作认真、勤奋、努力，不过风趣幽默，没啥特别不良嗜好，算不错的男人。追老娘的时候说要好好挣钱买房买车吃香喝辣，算算也3年的人做了哪样了？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也知道我喜欢听音乐吧？音乐能够陶冶性情，还能赏心悦耳。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10月28号大礼堂歌唱琴声飞扬吉他社中区木吉他演唱会。里面有许多主歌曲，他们每天一下课就回来社窝苦练。厉害的是，他们有中英台语歌曲，每团都是吉他社的骄傲，而且当天还有抽奖活动。王八蛋，我跟你分手！好不容易弄到中区的门票了，这次一定能挽留住他。等等，这个熟悉的音乐是。拍手，3、2、1。笑，我们对不起，我们再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回来。小陈，走，草莓舒服嘞。
开欸。还是我们去吃那间八九厨房，可以啊，刚好我想吃披萨。好，那走吧。走啊。哎，平学生证有八折哎、欸，长相学生也有八折哎、欸，啊，那这你不行。是啊，我还是学生哦、喔曾经是学生也还有九折，自以为是学生也有九折，太棒了吧？吃到饱还不收服务费，哇，这样我还不吃饱？活动还到10月30号，哎、欸，还来得及，快走，走吧，走吧。真正的吗？每个都看起来这么好吃哎、欸，哇，有薯条、意大利面、披萨。哎，赶快开动，赶快开动！赶快开动，赶快开动吗？嚯、哦，这感觉有一道光打在我脸上哎，太好吃了吧！这个脆度，还有这个滋味，太好吃了吧！哦，天哪、啊，这鸡腿也太好吃吧！这个肉怎么可以这么嫩啊？而且超多汁，烤的刚刚好哎。好喜欢吃酱汁的。你们点的披萨来喽！哇！哇！天啊！哇！天啊！太好吃了吧！小傻瓜、啊，你吃的满脸都是哎、欸！我天哪、啊，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没有、欸，我们在业配。我讲出来。